你们就是可以小性感露小肚，那不想露的你就把它当上衣。这一件最厉害的其实就是它侧边肩膀的修饰，非常非常的有质感，整个拉起来超好看。海外你也不用担心会热，因为呢你看我一拉开有没有透光的这种小针织，反正弹性超好，你们也不用担心闷热，因为我每天都在穿。然后呢拉开呢在镜头面前还有点小微透，更厉害的是它可以让你整个身体变小，因为有这个整个拉线条下来，好像我的身体只有紫色的感觉，所以特别的瘦哦。